队出道25年，最近举办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在武汉登场，美照才一曝光，大票网友看了直呼 Oh my God！ Karen 近期忙着在各地进行巡演，23日在网络分享自己演唱会的美照，只见照片中舞台上的她穿着一身肤色薄纱装，好身材若隐若现，招牌长腿更是一览无遗，性感尺度大爆表。Karen 虽然出道多年，但依然保持着火辣的好身材。她在演唱会上那看似半裸的性感造型，还有一双逆天美腿都成为亮点，让人真的看不出来女神已经48岁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